高智森大神邀请韩星有难度。导演高智森日前又出席文艺晚会记者会，负责制作的他透露，10月2号当晚要得张敬轩、韩团 Wonder Girls 和 Infinite 等年轻歌手演出。问到邀请韩星有没有难度，他就说韩星就中间都不容易，韩星反而不算很容易，因为有两个最主要的呢，就是他们都很忙，很难度期。另外来讲，就他们的要求啊，各方面都会比较高。咁啊，我哋咧做文艺晚会咧，都牵涉到一个 budget 嘅问题嘅。因为中国好多地方都会找韩星去做好多唔同嘅国庆嘅节目。咁所以其实我哋嘅竞争咧都好大嘅。咁邀请港星系咪都好难度期咧？一样，其实系一样嘅。你香港好多星都是內地請翻去啫嘛，你估真係人哋出手人仔係嘛？大半年前，我哋其實兩晚嘅節目都已經籌備咗超過半年，我相信已經有七個月。